这年头魔王不好当，不如当个冠老板，经营地牢企业，稳稳赚钱吧。只要投注资金，你的手下就会自动自发的帮你赚钱。就算是关掉手机，这些22K 还是会乖乖的帮你赚钱呢。不过当老板也没那么容易，随时都会有人进入你的公司，抓你做的非法勾当。记得在每个楼层安插保镖，把这些审计骑士赶走吧。当公司规模扩展之后，记得放火把公司烧了，来诈骗保险金。这些保险金可以购买神器，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哦。